我一零一系列真的，那时候看说就差一点点，为什么不成功这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差一点点，刚才已经没有头手换了。来，哎呦，水哦！这间是什么店？祥云店啊，东尼店。饿了，好饿。要不这样好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通常我来这种自助式的餐厅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吃，我有选择障碍，太多东西。对啊，其实自助餐最大的魅力，就是 everything all you can eat。全部都可以享受。All you can eat. All you can eat. 还有一个人气料理，天使红虾，现煎的，现煎的虾。你喜欢吃？我喜欢吃，我喜欢吃虾子。连你再多虾子，你都喜欢吃吗？我觉得我没有难不倒的食物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运动员是大胃王类型的，因为刚刚冠宇一直在私底下跟我说他很会吃。然后我频道又有一个东西叫101大挑战，有我常常看，你敢挑战看看吗？101吗？嗯，再加上你的这个消耗量，你这个代谢功能又好，我觉得你应该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挑战看看。好的，拜托你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直接给他挑战，真的假的？直接给他101大挑战，是是是，来吃饱费就是要多吃一点，吃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可乐可以拿哦。哦，有气的最棒了。哇，这是101只吗？帮你们准备好101只天使龙虾。前面的可以帮我剪掉吗？有。为了浪费食物，我需要帮忙再讲吗？前面的剪掉可以吗？不行。101大挑战开始。我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101系列就是喜好终结者，我再靠近一口这个。真的哦？对。可以试试看，来啊，直接开始挑战，挑战啊，挑战啊。好的部分是可以去吸的，可以吧？好吃哦，一开始都很好吃的，对，有压力感哦。对啊，好像吃几次我才知道第二次我就在走了。其实如果真的爱吃，那我们这边每一个贵宾都可以挑战101，这边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挑战，都是无限取的。好好吃哦，还是新鲜哎，一波就掉了。那第三次，好，吃不太晚，慢慢吃，不用快，不用快，我慢慢吃。我20岁就开始打罗马队，他打到现在。13年，我打到像2023年，我应该有打过8、9的国际赛事。那你心脏要很大颗，你现在还会紧张吗？然后我其实每一场比赛，我就算是二军比赛或者是部件赛，我都会紧张。投球头痛的球，我从国小就开始当了一棒投手。他中间经历是开刀，一次算运气很好，运气很好，都还蛮一路顺遂的。也经过就是遇到伤势之后，让我自己彻底感觉说，其实一路顺遂这件事情在。一个职业选手是不好的，对，是一件不是让你更成长的选择，因为你一定要做错，你要面对失败，所以你要去接纳你原本做错的，才有办法去成长。所以真的练得比较壮，肌肉量真的大的话，受伤可能性就比较少了。你说投这么多，都有可能是消耗你的手臂的风险，但是如果当下有更多的肌肉去保护你的韧带的话，或许可能就不会这个问题了。脂肪也会保护吗？我听说好像会，也会啊。脂肪的最好的比例好像是在15%。运动员其实现在的饮食的，因为控管跟饮食的知识，在吃运动员从这一方面来讲，都是一个对不需要关注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那你目前为止最挫折的一场比赛有吗？挫折比赛好多、哦，我国际赛也有投很差的时候，跟真的很惨的时候。可是你国际赛几乎是表现很好的啊。国际赛好，我讲国际赛，就是超爷爷在的。那个欧洲亚运2010年的冠亚军的时候，那时候投手教练是郭总郭泰源，他就是对我很好，他也是我那时候去挑战日本职棒很重要的选手。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大医生，他把我接进，然后我们那时候确定拿到银牌之后，学长们他们就有生如受苦的感觉。那时候原本在叫先发，总冠军金牌赛先发，他干炮扛不住，然后才换成是经验老道的。韩国的对，其实我那时候很痛苦，我都觉得很预赛的时候，我对韩国就已经投不出了。教练就说：“哎，你就照预赛投就好。”就那时候，我们球队好像是过后一分的时候，他有伤拳，得上一个人这样。哦，连续被打2支拳。那天我在现场，我那时候在观众席狂骂。我是骂球选手。我说真的，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投，刚好回去之后过一个月就收到日本的投篮。可以去试试看他们球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好像是这种。
大卫报告，你看故意跟他聊天，让他觉得哎，慢慢聊，慢慢吃，慢慢聊，慢慢吃，然后一盘就要清空了。我前面很想要吸他的脑，可是吸到后面就怕一天，突然刚好再吸下去会怕。你现在几分？都三分，三到五分。来，第二盘 ，OK。哎、欸，好扯哦！谢谢。欸、你去日本六年，总共十年。我在日本待了两个球队。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没办法适应，我觉得我有点太年少轻狂。嗯。我觉得做事好像打棒球好像没有很难，可是我进职棒第一年我才深深体会到，不是你的实力好不好就可以有办法混在一局，反而是你有没有办法一整季表现稳定才有办法待一局。哦、你只是昙花一现，或者是投一两场你就要休一个月的话，那种职业球团的教练一定不会选择用这种。其实不管是运动员也好，餐饮也好，我觉得这个品质跟稳定是必须去维持。对对。那你在那边有交什么朋友吗？我那时候各位是我现在的太太，我在去之前。啊，去之前啊、哦？哇，那你几年结婚的？你在一起六周年之后结婚。想交日本女朋友好像是男人的梦。哇，就真的这样一路到底，然后就结婚，我还以为就在交个日本女朋友。好可惜哦，你这就在讲要被鸟粉看到，好可惜啊。其实就代表我对他是忠心的。对啊，你有这个可能性，你有这个时间点出现。我老婆会抓，我一直是这样。你们两个都撇了，他好像。他有照着他的节奏，他的速率都是一样的。其实不然黑名单我。我会把照片放大。欢迎此人一直来吃。对。这已经吃84只嘞，他快成功了，还要喝有气的。腻呀，会腻，会腻。我怕你回去会不会冻结，会一直。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味道不见了？对。打很多哎、欸！可以再帮我们形容一下天龙虾它的美味吗？我好像在咬橡胶一样，味道怪怪的。他先从有吃虾头，到现在连虾都很透明，到现在虾尾会偷偷的把一些肉给拔掉。慢慢吃啊，没有人赶你。我们醉酒一个人曾经吃五个小时。5分小时？对，来怪鱼慢慢来哦，大家等你哦。他很怪，他超强。我101系列真的，那时候看说就差一点点，为什么不成功这样？差一点点，有没有什么粉？那个胡椒粉？那我来处理。战术改变了，还找调味料。哎、欸，剩9只哎，真的蛮硬的。九局下半场，教练已经没有投手换了。来，大家先讲讲住啊！100只啊！我觉得已经快极限。职棒界的大胃王哎！我会流泪，我可能一个月不敢吃。可乐喝太多也是觉得可乐味越来越难吃。哇！没有好巧哎，全部吃光了，太屌了啦！你这样子以后没有其他你的同行了，敢来这边挑战？有没有看到满满的虾头8大盘，总共101只？我们再次给陈冠宇至高无上的掌声。好，那个最后再问一下冠宇，刚刚整个过程怎么样？我吃到后面，我真的觉得。那一度有没有一度要放弃的 feel？ 怀疑人生会一定有怀疑人生，但没有想过放弃。没有，我不会了。你最厉害的精神，一个好的运动家就是怎么样，我就是不会输了，我拿到吃到喷出来，我还是要跟你拼了。